第四集，齐传之身高1.65米，比较健壮，凶手如果没有足够高的身高，是不可能打击到他的头顶部的。你是说凶手没有对齐传之进行控制，而是直接打击？可是齐传之头顶部的窗口也是非常密集的，说明他处于一个相对固定的体位，这个固定的体位是怎么做到的？哼，这几处表皮擦伤就可以说明问题了。从损伤来看，这些擦伤是指甲抓的，也就是说凶手进入家门之后突然抓起保姆的衣领，然后用锤子打击他的头部。因为凶手力气大，所以被抓住衣领的保姆没法过多反抗，体位就会相对固定，窗口也就密集了。嗯，有道理。陈诗雨在一旁说道。我接着说，当然这几处表皮擦伤还有别的用处，等回到专案组再说。解剖完，我们走到二号解剖室，见胡科长他们的工作也基本完成了。哎呀，我们两句刚完成，你们三句都快完成了，工作效率真高啊。林涛说道。哎呀，小孩的尸体检验快，就是太惨了，对心理影响比较大，真不该跟他们一组。你们有了美女就想抛弃我呀？省厅法医主要跑一些疑难命案现场，而市局法医则要承担大量的普通命案以及一些非正常死亡的尸体解剖检验，解剖量比省厅法医大得多，所以论解剖功底还是这些市局法医更加娴熟，更何况胡科长和韩法医都是工作十几二十年的熟手了，解剖速度自然比我们要快得多。怎么样？我突然觉得林涛像是在向陈诗雨献媚，所以岔开话题这么问。胡科长说道，三具尸体的损伤基本一致，都是头部被金属钝器打击所致颅脑损伤死亡，苗正的头部损伤凌乱一些，可以看得出是在运动中被打击的，女人和小孩的损伤比较集中，应该和我们之前分析的一样，是在墙角蹲着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被打击的。就这些啊？还有就是三个人的胃内容充盈，应该是刚吃完晚饭。胡科长侧头看了看旁边解剖台上的尸体说道，啊对了，女人的额头上有一处死后的损伤。哦，我来了兴趣，会不会是女人在被打击的过程中死亡，但凶手连续攻击，所以导致了一处死后伤呢？胡科长摇摇头。嗯，女人的头部遭重创，但这个死亡时间需要几分钟时间的，所以不会是连续打击所致，而且这一处损伤很孤立，应该是凶手把女人打倒之后再去翻找钱财，最后又回到女人身边打击了一下已经处于仰卧位的女人的额头，这个时候女人已经完全死亡了，所以才会表现出无生活反应的迹象。太好了，我说道，去专案组吧，我对这个案子的侦破有信心了。不知不觉6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此时已经是深夜2点半。有很多传言说深夜2点半是个诡异的时间，很多诡异的事情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发生。我倒是经常写书写到深夜2点半，此时一般都会灵感突发，倒是没见过什么诡异的事情，但此时此刻我有一种预感，这个深夜2点半或许就是案件转折的关键点。专案组依旧是那样烟雾缭绕，我们走进专案组，林涛关切地问陈诗雨，像人不？陈诗雨淡淡地摇摇头。
主办侦查员见我们进门，急巴巴地说，经过几个小时的调查，没有发现苗正有什么仇人，那个举报人因为是写匿名信举报的，所以也找不到，从目前调查情况看，仇杀的迹象不是很明显。哦，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破案的捷径，对于案件性质的问题倒是没有思考太多，所以一进专案组的大门，听到这么一句，一时间不知如何接过话茬。好在侦查员还有话说，但是经过调查，我们听到了一些传言，说是最近有别的公司计划推出和国林科技公司的一款高端产品及其相似的产品，然后有传言说这项技术机密是被苗正窃取贩卖出去的。都是传言吗？侦查员点点头，没有证据，只是闲言碎语，还有人说这项高端技术价值200万人民币呢。200万！我瞪了瞪眼睛，脑子里飞快地计算了一下，我得干多少年才能挣到这么多钱，然后突然有所顿悟。这样吧，我们先介绍一下尸体检验的情况，我再说说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我和胡科长分别代表两组参与尸检的法医介绍了尸体损伤的情况后，我说道，我觉得本案的性质很明确，是劫财。之所以只翻找衣柜和冰柜，是因为凶手可能认为死者家里藏有大捆的现金，凶手的目标就是大捆的现金，这些现金、床头柜之类的物件是放不下的。至于翻找冰柜，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区域，尤其是现在这种初春多雨的天气，很多不敢把现金存进银行的人，为了防止钞票发霉，都会把钱放在冰柜里。这个观点我同意。龙帆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其国说道，如果苗正真的卖机密换了200万现金，或者有人认为他有200万现金，这些现金是黑钱，存进银行太容易被查出来了，那么这些钱就只会被放在苗正家里，或者凶手认为他只会藏在家里。那可不太好，侦查员说道，因财杀人比因仇杀人要难破得多呀。不难破，你等我说完。第二，我觉得这个案子范围不大，一来他确信死者家里有大捆现金，二来他应该认识王秀黎和于丽丽。哦，赵局长和其他侦查员都来了力气，坐直身体听我的分析。我们法医呢经常会说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加固行为。加固行为就是指凶手在杀完人以后，怕死者不死而施加的一个确保死者会死的行为。采取这种行为的人通常和死者相熟，在袭击死者之后恐其不死，怕死者恢复意识后立即报案，自己就难逃法网。在这个案子中的两具尸体上，我们都发现了加固行为。说说看。赵局长的兴趣更加浓厚了。我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水，打开幻灯片，一边播放死者的照片，一边说道，死者王秀黎、于丽丽的额头部位都有死后形成的非常孤立的损伤。从现场重建的角度看，凶手在依次杀死齐传之、王秀黎、苗正、于丽丽、苗苗后，对现场进行了翻找，对自身沾附的血迹进行了清洗，然后又返回于丽丽、王秀黎的身边进行了加固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凶手还特地把王秀黎翻了个身，一是为了看看他面部表情，或者是探探他的鼻息，二来是为了对他的额头再来一锤子。这个很有意思啊，那就是说
凶手认识这家人。不，如果这时候我说凶手和这一家人认识，对侦查部门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因为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一样需要很多时间去排查。啊，还有更好的线索？有的，我刚才说的是，凶手在这五个死者中只认识王秀黎和于丽丽。啊？为什么？一般凶手实施加固行为的时候，会对每一个死者都下手，但是凶手并没有对其他三名死者实施加固，而是二楼挑一个加固，一楼挑一个加固。为什么他会有选择性的实施加固行为呢？这样的行为只说明他确信只有王秀黎和于丽丽认识他，其他人即使没有死也不会认出他。有道理，主办侦查员说道。有了这个线索，我们就好摸排多了，一个媳妇和婆婆都认识的人，交叉面太有限了。我还没说完呢，根据尸体上损伤的情况的分析，以及对现场血足迹步伐距离的判断，我们法医部门和林涛的痕迹检验部门的意见非常统一，凶手应该是一个身体健硕的男子，身高可能在1.85米左右。在南方的省份里，这种身高的人也不多吧，应该很好摸排吧。哼，不仅好摸排，而且好甄别。林涛笑着说，现场血足迹反映出只有一个人作案，而且这双鞋子有很多比对的特征，只要你们找到凶手，翻出他所有的鞋子，我就可以进行比对鉴定。哎，凶手不会把鞋子扔了吧？侦查员说道。林涛接着说，凶手既然有清洗的动作，加之一般鞋子都比较好清洗，我认为他没有必要扔鞋子了。会议室里开始议论纷纷，主办侦查员若有所思地说，于丽丽有个好朋友就有这么高啊，这人叫刘峰亚，1.85米，我们在调查于丽丽几个朋友的时候找到了他，不过据说这人和于丽丽有过一段感情经历，现在还藕断丝连，属于地下关系，所以于丽丽不可能把这个人介绍给自己婆婆认识啊，这可不符合常理。坐在角落里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涨红了脸说道，等等，叫什么来着？刘峰亚呀，就是他了。角落里的侦查员克制住自己的磕巴，我是负责调查王秀黎生前社会关系的侦查组组长，我们也调查出了这个叫刘峰亚的人。王秀黎退休十几年，没有找过单位什么麻烦，但是半年前他回单位说给单位推荐一名驾驶员，现任的局长不敢驳老领导的面子，就把这人给聘了，这个人就叫刘峰亚。啊！大宝叫出了声，什么？王秀黎帮自己儿媳妇的姘头找工作，帮助给自己儿子戴绿帽子的，这是亲妈呀。陈诗雨这时候插话道，现在不是讨论这是不是亲妈的问题，这个人的条件这么符合，无论如何要作为现在的重点嫌疑对象。那现在可以抓人吗？侦查员有些蠢蠢欲动。赵局长倒是有些犹豫，毕竟抓错人的话麻烦很多。我说道，刚才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根据死亡时间的推断，凶手是6点左右进门行凶的，这个时间不是去一个热闹的居民区杀人的好时间，但是是一个容易敲开不熟悉的人家的门的时间。我说的不熟悉是指和这个屋子里大部分人不是很熟悉，这和刘峰亚具备的条件很相似，他只和于丽丽熟悉，和王秀黎也只是数面之缘，这个时间点他可以轻松进入死者家里。另外，凶手进门后抓住保姆的衣领，对保姆施加伤害，这个时候保姆虽然没有回天之力，但是抓人之力还是有的，所以我分析，如果凶手是右利手，那么他的左手可能会有一些抓痕，这些抓痕在3天内就会消除，但是现在不会。
我明白你的意思。赵局长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是给我们信心的，同时也给了侦查员甄别的方法。我说的是可能有抓痕，如果保姆太怂或者凶手皮太厚，也可能没有抓痕。不管怎样，赌一把，去抓人吧。才过去一个钟头，主办侦查员就拎着一双鞋，兴高采烈地跑进了专案组。嘿，狗日的，刘峰亚左手有很多抓痕，我看他怎么解释。这是他还穿在脚上的鞋子，林科长，你要不要看一眼？林涛拿过鞋子，打起放大镜看了一眼，是他。林涛早就把那个富有特征性的磨损痕迹熟记于心，和实物鞋子做比对，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苗正虽然在省内著名企业担任重要职务，但是他依旧不满足于现状，千方百计地获取不义之财。为了获取巨额报酬，他做了商业间谍。苗正和另一家企业达成协议，以100万元的价格出卖了企业的核心技术，但是再把这100万现金拿回家后不久，他就遭到了经侦支队的调查。因为苗正做的滴水不漏，经侦部门经过调查并没有拿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但这还是让苗家一家人乱了阵脚。刘峰亚是于丽丽的男闺蜜，从小一起长大，据说以前还和于丽丽突破了朋友的防线，处过一段时间的男女朋友。刘峰亚从小学习就不好，初中就辍学去做生意，可是生意一败再败，也只有靠帮人开开出租来维持生计，有的时候甚至填不饱肚子。原本雄心壮志的刘峰亚被现实打击得支离破碎，他每天都唉声叹气，感叹自己生不逢时，虎落平阳被犬欺。刘峰亚喜欢于丽丽温柔体贴，于丽丽也喜欢刘峰亚的高大威猛，但是于丽丽头脑很清醒，她知道在这个经济型的社会里，高大威猛一文不值。虽然嫁给的条件不错的苗正，但于丽丽和刘峰亚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于丽丽经常接济刘峰亚，但这种接济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就想给刘峰亚找个工作。作为一个宅女，于丽丽除了那几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以外，几乎不再认识什么有钱有地位的人，当然她也不会傻到去找自己的老公。于丽丽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婆婆王秀梨，王秀梨非常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女儿看待，而且非常信任她。王秀梨认为一个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绝对不可能在外面有什么外遇情人，所以在于丽丽告诉王秀梨她有一个远方表哥现在穷困潦倒，想帮她一把的时候，王秀梨义不容辞地担下这个任务。作为区民政局的老局长，王秀梨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个儿媳妇的远方表哥介绍到了民政局车队，让他当了一名驾驶员。小事一桩，王秀梨并没有当成一回事，也从未和苗正提起。时间就这样过了半年多，传言不假，苗正确实当了商业间谍，确实出卖了公司的核心技术，也确实往家里拿回100万。近日来苗正被调查后，于丽丽慌了手脚，又不知道找谁帮忙，就去找了刘峰亚。在一家咖啡厅的卡座里，刘峰亚静静地听完于丽丽的诉说，轻声的安慰。而此时刘峰亚并没有想着怎么帮苗正，而是琢磨着苗正肯定不会把这100万存进银行，那这么多钱肯定还在他家里，100万呢，我的成功梦啊。为了这100万，什么老情人什么恩人呢，都变得一文不值了。只可惜于丽丽并没有提及100万的藏匿地点，不管能不能找到这100万现金，刘峰亚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他带着铁锤走进了于丽丽的家里，残忍地把一家五口都杀害了。杀人杀红了眼，即便最后把流着泪的于丽丽逼到了墙角，即便于丽丽抱着儿子央求他放过他和孩子，刘峰雅依旧没有停止自己杀戮的步伐。他的脑子里只有三个字：100万。刚杀完人，他就后悔自己杀人杀得太急，没有逼于丽丽说出钱在哪里。于是他翻找了衣柜，无果后又愤恨地打了于丽丽一锤。走到一楼，他看见了冰柜，于是又翻找了冰柜，依旧没有找到那让他几晚上睡不着觉的100万。国听网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网址国听.co查询收听。